勇创科技新高，独占行业鳌头。广东振华，中国镀膜设备制造的领军品牌。振华科技的成长与蜕变，正是当下中国民营高科技设备制造业的缩影。源于1992年，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走过20多个年头。今天的振华科技已然成为了集研发、销售、生产、服务为一体，年产量超200台的高新科技企业。20载的艰苦创业，20载的风雨同路，振华科技将继续拼搏当下，迈步向前。诚信、优质，锻造行业经典。人无信而不立，诚信自古以来一直是经世商贾的座右铭。深谙此道的振华科技，更是将诚信与优质看作企业发展的基石。从原料的采购加工，到设备的组装发车，严苛的品控管理始终贯穿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。正是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，振华的设备才会受到广大用户的热烈追捧。2007年，公司获得消费者最信赖真空设备行业10大品牌。2008年，获得中国名优品牌产品质量领先企业及必为深度认证诚信先锋。2014年，公司获得国家高新科技企业荣誉称号及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。振华科技无处不在，公司相关镀膜设备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数码科技领域、汽车制造领域、机械精工领域、化妆品领域等。振华科技的产品已得到了全球各大厂商的普遍认可。创新突破，引领行业潮流。发展源于创新，技术的革新更是企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快速跨越，得益于公司一直以来对科研的重视与支持。从镀膜工艺的研发与应用，到设备整体方案的设计与组装，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是无数技术员废寝忘食的心血结晶。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磁控防指纹镀膜设备，有着装载量大、效率高、工艺简单、操作方便、膜层一致性好等优点，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手机、数码相机、电器诸多产品的外壳、盖板等表面处理领域，其优秀的镀膜效果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。合作双赢，携手共同发展。要把市场做大做强，好的产品是根本，好的服务是手段。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坚持顾客为先、合作共赢的营销理念。在产品销售上，公司除了多种机型以及配套的专业技术服务提供给客户外，还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，为其量身定做各种优化方案，务求让客户的利益实现最大化。振华科技研发了多项国内首创的设备，如针对不锈钢、铝材、铝合金等材料的特点，公司开发出金属纳米防指纹专用镀膜机；针对各类光学材质的特殊要求，公司开发出大型光学镀膜机器；针对各类柔性基材，公司又开发出磁控卷绕机。多样化的设备种类使公司客户得到更贴心、更切身的服务，最终达到公司与客户双赢的局面。新三板的挂牌上市，是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节点，更是公司的一次完美的蜕变与腾飞。振华人将继续坚守诚信、优质、创新、共赢的理念，为实现公司3年内冲击全国行业第一品牌、5年内达到主板上市标准的远大目标，与广大客商一道乘风破浪，扬帆起航。